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黑色沙漠》。今天呢是13号，距离精英封测的日期呢还有2天。为什么邦尼现在可以开起来玩呢？因为邦尼等不及跳入日版，决定要来先创一只角色来先止痒。一开始注意到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最想赶快操作的就是它的捏脸的系统。我觉得这捏脸真的太神奇了，居然连头发都可以微调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带领大家一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啦，到了我们创建角色的地方啦。帅哥，看我，看我，哎，怎么那么老？等一下，虽然老的也挺有魅力的。这个是类似剑士吧？对，这是剑士。之后呢，在台版有出剑士、女巫，还有狂战士跟游侠。这就是游侠。我真的觉得游侠他预设的就超美的啊，这根本不用调，直接上战场，这真的太美了。女巫，女巫是哪一只？哦，这只。女巫是这一只。邦尼到时候出台版的话，预计是要玩女巫。游侠虽然很漂亮，可是游侠攻击的方式一直都不是邦尼的最爱。这一只看上去好像是武士的样子哦，超帅。这个黝黑的皮肤是怎么回事？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，因为邦尼真的看不懂日文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大概的猜测。如果有讲错的话，可以在下方提醒我。这只是男巫师吧？女巫师？挺萌的啦，但是看上去怎么觉得不是很屌的感觉？就是武士，要区分一下，这个是武士，然后这个是忍者。然后我那时候有去看一下介绍，好像他到几等的时候会有那个会觉醒，然后觉醒之后的服装都超屌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每一个人觉醒上去感觉就是氪金氪很多的样子。我们先从女巫开始捏吧，我们来捏一只很正很正的女巫好了，因为她预设这个造型虽然很 beautiful， 可是不是我爱的菜，好不好？首先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可以改的东西，星座。是指可以改他的星座吗？有没有类似像天蝎座的东西？黑瞳座，黑瞳座感觉挺酷的。我们选黑瞳座好了。哇，这个线条也太屌了吧！整个就超美的、啊，超细致的。可是要怎么转弯？哦，我找到了，按右键旋转，按左键是选东西。哦，对，然后他头发是可以微调的嘛？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怎么微调。我们先选一个。喜欢的头发，这是太可爱了，不是我的 style。我喜欢有点成熟的样子，但是也不要太过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有点慢慢接近我心目中的样子了。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最 OK 的感觉？下面这些 P 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能选吗？不会吧，下面这些发型都超美的，不让人选吗？怎么可以？哎呦，来了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可以微调吗？让我好好见识你微调的样子吧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不要说太多，也不要放太多，求你了。哦，这后面的头发，让它有点微微的蓬起来，微蓬微蓬。这怎样？真的是卷度哎，我让它微微的有点翘起来了，可是好像不是很 OK， 怎么办？可以回复吗？求求你，等一下不能回复是吗？完了，我毁了他另一边的发型。让我回复啊！等一下，
这太恶趣味了吧！只要一用错，就再也没有办法调回来，是吗？求求你，全体，好，全体。那代表说我前面调的都是浪费时间，都没有意义。我懂了，反正这也只是体验嘛。好啦，发型差不多就这样子吧。要想看看它短发会怎么样，因为它里面没有预设短发的造型。短发是也挺好看的啦，这真的变超 Q 的啦，真的会有人唱这么 Q 吗？这应该是被那个吧，电丝被的头发，怎么觉得那里怪怪的？本来是这样吗？不是吧？哦，就这样啦。这个是那个卷度，真的超奇怪的啦，谁会烫到这么卷啊？女巫的话，头发应该就要比较就是染到坏掉的那种感觉吧。紫色好了，紫色感觉比较适合女巫这个身份哦。这是深度是不是？染色的深度？为什么挑染的范围可以改变我的发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而且改变后还蛮好看的。这是我见过可以调最多东西的一个创角系统。我觉得我到时候光是在玩创角，我就可以玩个好几个小时。先不说挑个头发的颜色就可以挑很久，因为犹豫不决，太多颜色你反而会不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先随意，先随意。太过于专注，我觉得我这一次绝对介绍不完。你可以让它在不同的背景看一下感觉是不是？这个是来乱的吧？在黑暗之中寻求人生之道的女巫，这个看起来好黑啊，这个看起来好亮啊。等一下，我要用这个，因为我要在这种光若变这样的肤色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角色捏得非常失败，所以我要在就是最最最最困难的就是环境下创造出最美丽的角色。其实他初始的真的还不错耶，这眼睛也太那个了吧，这瞬间从女生变成平民的感觉。你有看到这个，这很夸张，一部分一部分的，比那个模拟市民的还要夸张。嘴唇可以不要这么大吗？他一定要这样子吗？我本来想说能不能把他的上嘴唇弄扁一点，就这变成这样是什么嘴？请问一下，到底是哪里怪怪的呢？眼睛吗？哦，左右拉可以让他缩小，可能就是眼神给我的感觉吧。不行了不行了，他死掉了，他已经坏掉了。不行了，他眼睛完全坏掉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等一下，这个眼睛我没有把它调回最原来的样子吗？怎么办？这什么鬼啦，好可怕好可怕。等一下，瞳孔的位置嘛，就是瞳孔放大片要白拿，我直接把它玩坏了，重新好了。不知不觉又把它拉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我以为我可以拉出一个像游侠这么美的角色，没想到这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。需要喜欢哪一个眼影呢？这眼影也太淡了吧，浓度已经到100了。哦，因为是黄色的关系嘛。眉形的话，现在很流行就是粗粗的眉毛，粗粗就是类似像这一个的眉毛，浓眉粗粗的。哦，这怎样？跳八家将的。太扯了、啊、这个红度。我喜欢这一个类似在眼尾的地方的，然后那个太红了。深邃的大眼，漂亮的飘逸的长发。女生有戴假睫毛跟没有戴假睫毛真的差很多耶。虽然说芳妮化妆都不会戴假睫毛，因为觉得很怕它会掉下来。为什么每次芳妮创角都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创得这么浓妆艳抹？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、啊、可是我想问一下，这翅膀是因为解析度问题吗？怎么这翅膀可以长成这样？太奇怪了吧，好屌哦！看我到时候一定要创一个虎斑。我觉得麻将如果来玩这游戏的话，一定会长成这样啦。那个鼻子真的太奇怪了，我真的不是刻意想要去一直改这些东西，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怎么办？这手快要被控制住了。停下来，不停下来。今天没有买到喜欢的午餐。男朋友被人家抢走了。你这小三，讲清楚啊！算了，反正恢复单身了，这样就好了啦。不要玩他，不要玩他。好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变成这样子说超美的。果然是因为就是要在客栈的环境下创造出一个绝世大美女。那当你来到呢，就是对你先天有利的环境下，你就是一个更漂亮的仙女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，突然坐下然后在那里笑，你是哪一国人啊？哎呦，这姿势有点撩人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服装也可以换哦。哦好酷哦，当一个很帅的女子我也是觉得很不错。太屌了，
我觉得与其当一个很正的女生，不如当一个很酷的女生，怎么样？有了，她已经兼具了我所想要的角色的一切元素。邦尼，邦尼 ，O O O U O， 好，完成。有没有超级华丽嘞？怎么样？我失忆了吗？为什么我看起来非常痛苦 ？What problem？ 你怎么了？按一，可以喝药水。哦，一二三，现在是我们的技能。召唤，这是他们那个小 logo 的那个小黑精灵。小黑精灵是好人吗？依赖。我们会成为头目大鸡。好啦，其实这次介绍也差不多到这里，我只是想先去找一只怪来扁看看，看爽不爽，是这个吗？你是怪吗？揍！不对，这看起来不像怪。哦，这些就是怪哦。哎，秒杀耶！秒杀耶！我刚还以为说为什么我打不中他们，原来是都已经死了。超强啊，整个秒杀，还不揍死你们！捡一只杀一只，狂升等欸，怎么回事？我来试试看他的其他技能，踢死 ，twice， 还有什么三，五五，果然好屌哦！四，这一开始这技能就这么 OP， 真的行吗？六呢？有没有类似像大招这些东西？七只是个回旋踢是吗？真假的，摆那么后面居然竟然只是个回旋踢。真的太棒了，不管是打击还是唱脚，我觉得一切都让我非常的满意，就只差到时候我再来看这个剧情怎么样。提醒我之后唱脚的时候千万不要把那个脸就是射得太亮，这个看起来超油的啊，在这个就是烈日下，然后他那个脸整个就是油到翻。好啦好啦，这次黑色沙漠的操作先介绍到这边，那等精英封测的时候呢，应该也会录音给大家看，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咯。如果喜欢班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班的频道，跟随班的动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